兄弟们，都是好东西。如果我把你吃掉的话，能学会如何去死吗？哪可能？进去界面啊，时间戳是一个，然后经验值、法力值和经验值也要打上勾。这什么？这个钻二的，钻二的，钻二的。留个 W 直接把小的清掉了。正好对面这几个英雄打架有点猛，这对面这中上野打架巨猛，这几个人，这数值很高，这三个。我们这中上野打不过对面的。下路三 v 三能打，但是不能有人吃钩，有人吃钩就要被秒了。勾住接狗熊一套爆发，直接秒人。是吧？还是要偏刷一点。而且我们还打不过狗熊，绝对打不过。六级之后有机会啊，六级之前是不用想的，看到他就走。要抓下了，这一看这个站位。河道做个眼，因为下路被打成这样子，狗熊可能会三组野怪红开想抓下，没有抓到来烦我们。怎么被对面满血打成一滴血了呀？看不懂，就对面满血他一滴血怎么打出来的？我有点怕被反蹲啊，兄弟们。算了吧，我一点都不同步，我从这里动往前走，他们老牛就要往前交技能的。果然再反蹲，还好。他 Q 没了，可以打一下。中路先动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躲个 W 伤害。这波怎么样，兄弟们？一v一肯定打不过他的，这波不是中单靠我，这波是不能一上去打的。但结局不错啊。下路差距有点大，对面小火龙打得不错。对面小火龙打得不错，看这个走位。技能和补刀就感觉出来，这个小火龙有，只能说有实力。狗熊这波应该会去上，没事，排个眼吃个经验嘛。算了算了，走走走，他狗熊应该 要往中路靠的这一步。不着急不着急，稍微等一等。
干嘛呢？这干嘛？第一时间R他就好了。这个R就有点完全没有必要了，浪费真的。曹城不一定能打啊，对面狼狗可能会动。他有 W， 不要过去。我应该要死，但没有关系，还行，杀了就好。400，能接受吧？下路的实力差距有点大哦，这一局。感觉不是那么好打，抓不上吧？他走了吗？走了就算了。好，终于到六了，现在跟狗头有一战之力哦，跟那个狗熊有一战之力了。送的有点多了，不应该啊，打个小火龙加锤石，面都被打成这个样子。看能不能这里蹲到他，伤害不够啊！他的 W 回太多血了。漂亮，好了，狼狗这把比较克我，因为狼狗我们遇到狼狗是没有孤立无援的。这把有点难打啊，兄弟们，有点难打，相当于是个狗头人，没有任何战斗力。嗯，他们下路再把塔一推，直接开始游走了。这火龙我也处理不了，太肥了。直接出去干嘛？这个世界美味无穷。
他应该会。不是很好 C 啊，这一把小螳螂打团，打团作用太小了，他把打团我的作用很小，抓的抓的，小龙直接放，还有眼呢，对，拿了个六存啊，兄弟们。他们这把下路崩得太厉害，导致现在对线期结束得太早，我都还没有开始发力打打节奏，对面就已经换线了。对面在吃小龙。只能说中期看狗头能不能顶一下了，他还有大招，我靠，太硬了，这个人他太硬了，根本打不动，上单还没对面有用，这咋整？我不去狗头，这波被单杀了。对面中单这把还是个狼狗，我还抓不了他的单，好勾，小闪拉开吧，还行，杀了个锤石不错了，上不了，多少层啊？我操，15分钟180层吗？这太夸张了。这把还是个小火龙，不好切，还不是个常规的 ADC。炼狱难度啊，这一把。这把真的纯纯炼狱难度、啊、先锋能拿吗？上路没有人守啊，
回吧。直接塞路尔达了。真眼我都不买了，憋装备啊！我要把那个早点把大川憋出来。他没闪。我知道他这波没闪的，有人交替了，好，正面那波应该能打。漂亮，我就知道感觉能打了。我这波在捞个后，很完美的一波拉扯和牵扯单带。等这波兵线先过去。他们很灵性啊，知道我在下半区。螳螂锤石是不是还在这边呢？走远了就算了，走。2325。对面上半区三组野怪都在。给。直接给，这条龙打不了5v5，还是打不了的。5v5，我们真打起来5v5就是纯白给，我根本切不到小火龙5v5团战。什么闪？哇，也不算省闪吧，这波第一时间省的没毛病，后面主要对面这个盾太多了。哎呦，好难受，真的好难受。锤石这个什么军团盾应该挡了一下吧。哇，好难受啊兄弟，伤害是够的，他一个军团盾，哎呦难受。这波血亏了，这波血亏。断节奏了，这一波可能就坏了，真的坏了。我没算到这个军团盾，兄弟们，抱歉。他就防我呀，正面我去不了，没办法，对面都懂啊，所有人都在防我，蒙多防完，对面中单防，就硬要把我守着，完了四个队友全给，没办法，小尽力吧。对面打的都蛮好的，你看，
看到这意识还是要甩个锅给我们吗？看能不能蹲一下，可以设伏的位置。打不过。战斗力队友战斗力差的有点多，哎，还换一个，不错哦。啊？这三条龙能打？不可能打！我这么跟你们讲，不可能打。为什么？我那波第一线没大，而且对面四个人，对面先把位置站好，视野做好。你觉得当时能打这条龙？而且这把还是海克，还是这个海克斯，对面一定能传耀龙，一定能过得来。你是五打四的团都不一定打得过，拿什么去拿龙啊，兄弟们？没有任何拿龙的机会，懂吗？你们还什么第三轮不该放不该放，是没有拿的机会啊，拿什么去打呀？我知道火龙当时还没服，差几秒钟。我的意思，我们五打四都打不赢，能懂我意思吗？打不赢，知道吧？我不跟你们争，没什么好接的，理解不一样，没什么好争的啊。你们觉得能打就能打，不重要。应该有眼啊，应该有眼。下一件买啥呢？1450先回家买叶子放刃吧。叶子放刃吧。狼狗还带我，我先抓狼狗，我必须要先抓个单，这把要人多打人少才能打。把他先宰了。这波我能到16吗？没啥太好的办法，只能带着遗憾下一把了。下路送的太多太快了，他们不送那么多，不送那么快，这把会好，挺好。然后我自己那波1000块也犯了失误。
我操，我不上来这个我们都要打一个小时。狗头还会过，不，他们狗熊可能还会过来送一个。你跑不了的。说了你跑不了。先走，拖一下发育，已经打回来不少了。哦，干嘛？这么不冷静吗？这干嘛？你们在干嘛呀，各位？哦，的发，走吧。对面还在买护甲，有真有点切不动他了，有点切不动他，有点切不动。我要刺穿他们。这蒙多我都有点处理不了他。打不动了。小火龙闪现应该好的。狗熊这不应该来上，我们先把他抓了。哎，我听到锤石在勾蓝 buff 的声音了。OK。吃个蓝 buff 可以了。漂亮。哦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？这把可以吧？